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。你好。喂。我电话，他大概想是诈骗吧，对，他应该是觉得是诈骗，马上哎、欸，我叫啊。我叫吧，你的电话已转接到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们已经试了三次接通了，他听到卢秀燕就挂电话啊，以为是诈骗。那我扣了卢秀燕看好赢啊，所以哎，各位好朋友，这段时间到12月25号，卢秀燕都有可能打给你哈。是的，没错。所以哈，要认一下我的声音哈。那这位帅哥很好玩哈，那这位应该是帅哥了哈。那所以他加油，651块哈，中了这颗哈价值连城的这颗球哈，没关系。不管你有没有在现场，不管你有没有接电话，不管你有没有挂我的电话，你中大奖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你，好不好？哇，恭喜！恭喜